跟大家打个招呼一下。各位长官、各位贵宾还有媒体朋友们，大家好，纳豆哥好，安心雅。好久不见了，安心雅，这么久不见，原来跑去修仙了是吧？对对对，我觉得我比较有仙气的感觉。我觉得你长得非常高了。先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你今天这个仙气飘飘的角色，好不好？哦，我这个角色是嘉兰，然后她是摩天机里面半人半海妖血统的一个女角，就是很有仙气的女主角。半人半海妖，对，你扮得太好了吧？你上半身是人，下半身是粗壮的海妖啊？没有啦，好了，是血统啊，对，对，是血统的关系。然后慢慢的、慢慢的、缓慢的转到中间，好，好，中间，好，再慢慢的转向我们左手边这边也来一下，来。这次金钟啊，就是妹妹入围很多项，可是自己好像就是没有入围，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？我是觉得我有演到妹妹这个角色，我其实就觉得比很多人都还要幸运很多。然后我自己有时候在那段时间有收到玉婷老师啊，还有一些朋友的鼓励，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获得蛮多的，然后自己还蛮珍惜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说，就是可能老天爷还要再让我多磨练一下，然后我自己会再努力的演下去这样。那三 D 三者修饰还不错啊，对，质感。很开心啊，就是就是每次就是听到收视率的时候，我自己都非常的开心。然后谢谢大家都有支持《至第三者》，然后希望可以让我们赶快破三。有信心明年金钟吗？啊，明年的金钟？哇，我是没有，我自己个人是没有想那么远，但是如果有的话，就是可如果有沾光啊，或者是什么，都觉得还蛮开心的。对，如果第三者破三的话，自己有没有想说要回馈？说第三者至第三者破三怎么回馈啊？怎么回馈？怎么回馈？你想怎么求救吗？怎么会裸泳啊？我裸泳，我不会游泳啊！啊，有什么？哎，有什么可以？裸泳不错。裸泳哦，泡不然就泡水也可以啊，会不会游？裸泡吗？对啊，泡汤。你只可以，你可以裸不游了。我可以裸，但不能游，因为我真的不会游泳。很确定哦，我爸是跑泳。好啦，没关系，破三再说嘛。这么好的努力，要破更高吗？真的吗？那破五好了，五破五我就裸泡。你要跟你旁边那个粉丝讲一下。谢家健裸泳。他会不会揍我？啊，我老公裸泳，然后我裸泡这样，我陪他。好，谢谢。